也有对一些人造成了伤害，在这里跟大家说对不起。真的很对不起大家。含泪起身，鞠躬道歉。高雄网红七宝妈 Sydney 对于先前挺着8个月的孕肚爬山，引来质疑声浪，黑历史也跟着连环爆。先前 po 文公审网友，神隐2个月后产后首度露面。那我真的对于这个行为非常的抱歉，真的我真的不想要伤害大家，但我却做了伤害他们的事情，我真的很抱歉。曾挺着孕肚与先生一起挑战海拔3000多公尺的百岳大山，就被网友翻出2年前曾怀第六胎时在新竹尖石登山发生意外，当时就有自称帮忙救援的山友在救援过程因此拉伤，还为此休养半年以上，却看到她怀孕又再度爬山，很批浪费社会资源。七宝妈也透露已经有联络上对方。我很谢谢她，因为她没有怪我们，然后他跟我们说，他的伤其实不是完全因为我而起，而是原本就有的旧伤，然后因为那一次才变得比较严重。七宝妈表示，当事山友没有要求任何赔偿以及医疗费，但这回现身道歉，尽管七宝妈暴瘦不少，还神情憔悴，但能不能获得网友谅解，还有待时间检验。三立新闻高官宣萧邦明台北采访报道。